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三角形 ABC 三边长是二三次。那第一小题哈，他要你求这个 CA 啊到的 CB 啊，那我们可以带公式啊，这个公式就是二分之多少呀？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减这个平方，哦，四平方加三平方减二的平方，这多少呢？这是16，啊加9，25减4，21，所以是二分之21。再我们看呢第二小题，第二小题的话哈，这 AB。到等于 BC， 好，那我可以把这两个对调，我这个向量呢颠倒过来以后就变负的，这个 BA 到等于 BC， 好，那 BA 到等于 BC 我们也会做，这负的多少呢？二分之 BA 到等于 BC 嘛，二的平方加三的平方减四的平方，二的平方加三的平方。减4的平方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4加9，这个是等于13嘛，啊，减掉呢16，所以是负3，所以是二分之，我看哦 ，BA 跟 BC 啊，二的平方3的平方，13减掉是16。所以是负三了，所以是二分之多少呢？二分之 CA 多的 C， 哦，我在抄错了 ，CA 多的 AB 才对啊，我把它抄到上一题了。这一题的话哈，他问你什么呢？问你说 CA 啊，多的呢，这个 AB 啊，哦，我把它抄，你我把它抄到上一题去了。好，啊，这个怎么做呢？这个我，哦，这个可以对调，对调要做负的呢 ，AC 啊，到的 AB。好，那一样带公式，哦，这 AB 哈，哦，到的 AC 嘛，哦 ，AB 到的 AC， 哦，这负得到二分多少 ？AB 到的 AC， 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减这个平方，二的平方加上四的平方减三的平方，等于多少？这是4的。那，啊，这两个哈，哦，合并起来是这个减这个乘以这个加这个，这个减这个是一，这个，加的是7加7，所以是二分之多少呢？负的多少？11啊。所以第二小题是二分之负11。